流行不流行，流行不流行，凡事都要赶流行，但是感冒可不要赶流行。流行性感冒与一般感冒不同，它的症状比较严重，易产生并发症。老年人及高危险群每年应注射流感疫苗预防感染，但对一般感冒流感疫苗是无法预防的，因此多运动，注重营养，才是维护健康的不二法门。